铁啦，但是我看铁匠他们有一个 DH 弹哦，有一个 DH 弹，他要开价，他要开价，他要开价也要贼鸟下矿，应该啦，我不知道他们 defense 不知道会打一些怪怪的。题目也是上路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对对，好，启动开价啊，启动开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题目，如果木没什么压力，你直接跳下去哦，跳下去铁。好、啊、好、啊，我知道。哎，你们这一发打不赢对面贼鸟，你们就一坨屎哦。下次大熊就乖乖切兵马守家了。大熊，你这是表现的机会啊，两千的队伍啊，对面贼鸟应该是贼鸟下矿 ，DH 展开甲。哦。你们是贼发，你们贼发打对面贼鸟，打不赢的话我会下去帮你们，但是又证明你们两个太废。水元素没开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秒了、那个的话，他兵法守家，或是反正不知道啦，他们叠去坦或兵法守家，反正不管。萨满血量很少哦。好 ，OK。DK 开冰镜，开了，开了。OK。等一下。对，一个贼，分木多，二三四五个六六只五个，六只木两个，木两个，铁两个，铁两个，铁两个再拖了一个叠去坦攻，我们之前分的一样，陈杰奇哦，陈杰奇哦，我定他，来打圣桥，准备打圣桥，准备打圣桥，韩超的桥，我给压制，铁奶急死了。一次无敌哦，一次无敌，转一波风声，转一波风声。我被晕了，我被晕了，我被晕了，我被晕，我被晕了，我被晕。我群控，我群控，我是桶。好好 ，OK， 我给我拉稳。风声哦，风声哦，我开罩子。因为我站边缘哦，等你把惩戒扎下去，把惩戒扎下去。等掉。准备转一波惩戒哦，准备转一波惩戒哦，没下去，没下去，我没杀输。来转惩戒，转惩戒，转惩戒，开翅膀。谁在矿哦？准备你帮，你帮我。哎，大熊死掉了，大熊是死掉还是在矿？光头被吹光，头被吹光。OK， 开到。我拉回，我拉回去。大熊你保臭蓝跟金矿支援哦。OK。铁有点不行哦，铁木了，不是铁了，木神器哦，神器保护，神器保护，可以去吗？可以去啊，死了，风声，木 OK， 木 OK， 木 OK， 木没压力，哇塞，来滴滴，木要来滴滴，木要来滴滴，我群控啊，群控，来我被控，我被小蓝腿，你先开，我蓝忍哦，蓝忍，他没在看棋，开大木，你要低被我踩下去，DH 上木了 ，DH 上木了，要退了，追，还是风声，回头拦他们。学生满狙，他们木要退了，他们木要退了。这边有个补齐哦，看你要不要拖住他，星空啊，星空啊，后面，星空啊，拖住他。我知道，星空。治疗术，拖住啊，往回走，拉他往回走，我再晕他。好，我带回。我晕了，晕了，等下你再接控。我补米哨。打风声，风声。法师护盾，猎杀隐翅锤。我被晕了。我干，没麻烦，我死了。我们投注，回起下。雷苦符咒。我们回起下。火炼符咒。上贼在哪？应该没有在中场。他趁机在开启啊。把他扎下去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法师，我现在没炸完，没炸去。他们法师拖炸了，不然我站边缘，啊，他们在农场了，准备要攻的。他们在农场发呆呀、啊。治疗术。哦。哇！伊利丹之握。那他很聪明诶，刚好站边缘，他不敢过来。治疗术。木三个，木上龙，得上木了，对，鸟的上木了，哎，谁在送？大熊去帮他，木四个，一补三滴滴，有了，来了，你上木了，五个哦，木五个哦，
木，我们需要滴滴木，我们需要滴滴支援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新木没魔，新木没魔，木大量哦，木大量哦。上来也上木了，上来上木了。那个新木，你去铁，木很危险，木很危险，木很多，木很多。大团大团大团要三补了，大团要三补了。我在只有看谁在哪。谁刚死？谁刚死？刚活了？谁活了？谁活了？等一下起哦，等一下起哦。不用怕，等一下还在读书。我被满月，我要掉啦！登起。端那。谁可能来铁哦？有法师去了，谁来铁了？法师去了。我把他们两个抬下去。你炸被铁哦？法王有炸吗？没有，用过了。好好，有的话跟我讲哦。恐怖哦，恐怖！我没办法去哦。红豆好像行啊！不要！被清空哦，光头被清空，被清空。哇，惩戒洗面无敌哦！恶魔变形进化术，没有，他们没有在开启，他们没有在开启。我群控哦，光头刚掉下去了。我是被清空第五期的，第五期哦，先打风筝，等下准备转惩戒。我死了！断血，断血！你们蹲尸，你们蹲尸就对了，别怕，蹲尸就对了。星空断下，哎，你们星空断下。心灵尖笑，星空丢个锤什么之类的。控制成功。我被星空，我被星空，我哇干呢，没能接啊。我也被星空下去。两次。没事。我的断法是来不及吸收。我断到。我家把王法丢下去啊，那牧师很烦呢。我们就直接打那牧师就好了。没有太多人了，他们人太多了。断那一个，断那第二个凯奇尔，干。没事。没有了。复仇之路。我又被丢了，我操。水元素。我们人太少了啦，我们人太少了，四个人就不好说。我们刚四五个，打他们七个吧，差不多七八个，那我没几个。对啊，没办法。水元素 ，OK 了。我的星空我断了两次，还是没有着了。我的拳击没有那么快。没事。不下去了，偷战了。帮，法师要帮，法师你去帮。我去。学生们去。有狂暴哦，野外哦，他们木都跳起来了，外面没了。我在上面。啊！不要留帮，让我死吧。我刚没有爆发，有爆发我就可以把那个牌子打死。让我死吧。分数已经拉了600。幽灵视觉结束，建立之梦。700。哎，陈斌威，我在。哎，不要走了，下兽了，木有人下兽了。好 ，OK。老小心，没事。哎，要一个去帮忙兽哦，要帮忙兽。我去。等一下，你跟那个寒彻要记得断星控啊，在伐木的时候。等一下，他要回去。你们两个最好断。我去兽。我可能要准备了。有铁锤就最好断。用回去。我刚是丢铁锤啊，那吸力太久。幽灵视觉。对啊。我刚刚断过两次了，吸力来不及。那也算断。人太少了，因为我在棋旁边呢、啊。人丢锤子，所以我目前没看到人。嗯，没有，刚下要上去，不是。他整鸟消。他木下面很多。他们龙集合，可是不要过来，应该是放弃了。没有。可以吃汉堡了。
矿，矿足以矿山，矿山，矿下矿大量哦，他们往矿的方向了。我去，谁在？他们回去了。谁在？谁在说？米萨，米萨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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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哎，米萨回来。声势回响。哎，你没有脏哦。我去就没有，他贼鸟，贼鸟，贼鸟。他们上墓，他们上墓，上墓，他们上墓。我看到墓，墓要来一补，墓要来一补。我去吧，我去吧，我去吧。先厕所一下吧，我去。好好好，可以盖过来，可以盖过来，可以盖过来。正义之锤，伊利丹之握。圣杰明中心连肩下，变形脚击，乱撞，太阳神的动作。你再帮我断一下，我被拖住了。哎呦天哪，驱我啊！我刚被满晕，你为什么不驱我嘞？我开无敌，开过 GPD 了。好，没关系，走。嗯、我刚被满晕了，一个制裁晕了，然后呢，你那个什么驱散，直接驱散，我可以断刀起。对，我刚刚看好多头刀，我本来想上去的，结果就贼了。贼鸟，贼鸟。对啊，贼鸟。贼鸟自己发了，要不然人家跑自己外火。另外一团工会团也散了，他说他们打完就散。啊？还有什么？就我朋友那团，他们也散了。他们打完一场就说要休息了，就散了。啊！伤心，不够能出没了，不适宜打团。伤心。我想是不是他们都知道我们开团，所以他们才散掉？鸟弟在矿吗？好。红豆，你不觉得样吗？你刚还没组起来的时候，他们一早上一堆人在打，一组起来全部都没了。灵魂变形，讲启动手点真的很不安全。贼鸟了，靠背哦，贼狗，我刚才三发哎。对啊，他直接前控强控啊，我没办法。贼鸟没办法，而且刚刚贼鸟没办法。你是被暗影决斗，然后小弟开启这样？对啊，对啊，那正常套路。大家都来自他们两千也不是笨的。好脏！哎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在后面。对，看到。哇，这真的打得还蛮高的耶。圆。因为陈平好像比较能够拖单。智芒，平心之环。大姐加一分。打不起，真的好强，没伤害啊！他们陈建奇没